圣诞礼物。李明、茉莉和小丽在英国读书。今年圣诞节，因为疫情的原因，他们不能回国。他们决定在英国过圣诞节，并且互相送礼物。茉莉喜欢做饭，所以李明决定送茉莉一个锅。小丽喜欢吃甜的，李明决定送小丽巧克力。茉莉给大家做了很多好吃的。茉莉收到了一个锅和一双手套，茉莉很开心。小丽收到了一盒巧克力和一个帽子，小丽非常喜欢。李明收到了一本书和一件衣服。这本书叫做《小王子》，他很喜欢。但是衣服有点小，李明决定去商店换一个大号。你圣诞节收到了什么礼物？你喜欢吗？